咁我叫 Crystal 啦，咁就平時都有玩開舞台劇嘅，咁今次飾演嘅就係欣啦，裏面嗰個。其實如果可以俾我揀嘅話，我諗我比較 prefer 留喺原地，或者咁講，我比較中意喺，我會揀去 theatre 一個黑盒劇場，然後掛住我自己中意嘅燈，然後喺裏面瞓覺。我本身是一個做後台的人，其實做後台和做演員的分別，我覺得是一個你喜歡在黑暗裡面，一個是你喜歡在燈光之下被人看到。其實我會發覺我自己喜歡做後台多一點，而我挺喜歡在黑暗中面，即黑暗中裡面那種感覺，因為其實有很多時候，如果你是得一個人的話，在黑暗裡面你反而覺得我還有得想像的空間，當有些東西放在光下面，你就會覺得好像透露出來，然後你要面對。如果我只可以帶一樣東西去黑盒，我想我會帶毛公仔，我自己的私家毛公仔，因為我覺得相比起很多東西，一個不識講嘢或者是點講啊？唔識講嘢，唔需要同你有 react 嘅嘢，係可信好多。因為好似我個角色裡面有啲嘢，你會好 unexpected 咁冇咗，係因為佢識走，但係毛公仔唔識。我不會在這裡 selfie 的，不過我覺得你喜歡看就過來看啦。那星期八的逍遙遊是講一些人生上的哲理，我不喜歡被人買票的，但是我希望可以見到你。那5月22號到24號 Open Stage 見啦。